胃切除术后腹泻是胃切除术后营养并发症的重要症状之一，主要因胃排空过快、小肠蠕动增强、消化吸收不良所致。自粪便中排出超过7%的摄入的脂肪称为脂肪泻，多见于胃的毕Ⅱ式手术，食物甚快地排出，致使胆汁分泌不能与食糜同步而丧失乳化作用，影响脂肪吸收，腹泻与脂肪泻相互叠加，互为加重，治疗宜少渣、易消化、高蛋白饮食为主，目前临床上多应用于肠内营养液来治疗，包括能全素、白朴素、SP 等。治疗时以减慢低速、减少入量、缓慢叠加、循序渐进，也可用考来烯胺治疗。